柴犬多大会笑？其实柴犬能笑以及会笑主要是来自于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是它们先天的嘴角是上扬的，所以很容易在打哈哈的时候呢就出现笑这样的一个表情。然后再其次呢，是因为它们圆润的脸庞，它们的头骨天生是比较圆润的，所以皮下脂肪又容易堆积，脸整个看起来胖胖乎乎圆圆润润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笑起来就会更明显。所以想做到笑这件事，就得这两件事都满足。那什么时候满足呢？也就是在它抱脸发脸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你会发现它的笑是越来越明显，因为这个时候皮下脂肪是最容易堆积的时候。